子烫和烟花烫的区别。锡子烫和烟花烫有什么区别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首先，锡子烫用的是手工加上锡子卷烫的方法，使我们的发丝呈一缕一缕的状态，发丝卷曲而随意，但是自由又不显得凌乱。而烟花烫的发卷比较小而且整齐，烟花烫是从上往下放射型的缠绕，会烫到发根，不仅仅可以使发根烫后竖立起来，而且还能够达到增加发量的作用。这种发型比较适合头发显得不太多的人。